啊、哦，喜欢女人。这个字呢，简，鸡安简，水山简。简卦呢，本身是难，难呐、啊，啊难也，很难呐、啊。那魁者是乖违，啊，你违背，违跟你跟你的同时违背。你跟你的父母亲兄弟违背他们的意愿，跟他们起冲突，违呢，到头来一定会有自己会遭难，违必有难，好、哦，所以说受之于简，所以简卦呢刚刚好是火泽魁卦的序卦，好、哦、魁卦。那山呢，山在上面，水在上面，好、哦，外面是水，里面是山，山是指外水。所以外水内是指，就是按照天道来说的话，遇水而止，山呢遇水而止，好、哦、不能进也。为什么？因为前面有险阻，前有险阻啊，哦，所以易经一补到水的话，大部分都是怎么样？险阻，好、哦，前有险阻。所以这个我们受之为简。那简卦就是说，告诉我们人呢，处难之时，处到进退两难的时候，如何做？哦，遇到哪几个状况，如何做？在人间道上面来说，哈。君子呢，用简。当进退两难的时候呢，一定要以顺时而处啊，要量险，有量它有多危险而行，这是行的真意哈、啊，量险而行，好、哦，才会平安，好、哦。才会治大善，这是最好。所以当你遇到险的时候，不可止，千万不可以止，因为你会有简难，就是因为遇到险而止。一止的话，遇险只会增险，哦。所以遇到这种情形，当你进退两难的时候，马上要想到说要顺时而处，看当时的时间要顺时而处，千万不要逆时而动。然后呢，量险而行，虽然险，但是你要行。你不能停滞在里面呢，你一停下来，要险上更险。好，君子用险之道。那停在这段时间中间呢，君子用险以外呢，就是在这个时候呢，一定是反修身，好敬德，啊，所以君子常常呢，在时局他不利的时候，常常在修身敬德，好，所以。孟子就读到这边，孟子就讲这句话。孟子说：“行有不得者，好、哦，行有不得呢，皆反求诸己。当你行为做事情有不顺心，不让你称心如意得到的时候，一定要反观自己是不是干了什么事情，好、哦，一定要想想。”这里要讲一件事了，易经在简卦里面呢，特别提示了我们哈，在这个人间道里面，他说啊，君王啊，要有大简之戒。什么叫做大简？就是啊，君主呢为阳刚啊，就是光明正大。阳刚之君啊，
一定要用啊，阳刚之臣，哦，配合他，配合才可以用阳刚之臣来相辅相成。这个玉咒呢，方可济啊，天下之解。哦，天下大解的时候，哦，这是要大解，易经叫做大解之戒，大解。所以要有贤明之君，要有贤明之臣。那根据晏婴来说的话，秦齐国的宰相晏婴来说，看一个人通达，他如何事人，教我们如何事人；看一个人当他的通达的时候，看他举荐何人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人如何，我们就要看他推荐的是什么人，举荐啊，推荐的什么人。那你看看现在用了连某某呢，眼睛就不正。男人啊，眼正啊，心才正。你不要去看他的心，看他的眼就好了。好、哦，你站在连战的面前，你不知道他在看你，你斜一边的，这不好，这个相就不对。上帝并没有说有钱人就是对的，那是你胡说的，我没说，上帝也没说，是你在说的。哦，这个眼正啊，心才正，眼不正。好、哦，那就可以知道他举荐何人嘛。因为在所有的部会首长里面，就是连战最有钱啊，有钱人都是对的。所以你看这个人，同样你可以看到这个臣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君，什么样的。那你为什么不用郝伯生？用阳刚之臣还得了？没有利可图啊。好、哦，很可怕。好、哦，那你找一个废物，这个孙叉叉。对不对？讲话的有声无音的那个人跑出去，那个废物，很简单，就是你的傀儡嘛。他唯你命是从吗？百姓都看得很清楚，还想骗？哦，圣经的白，哦、不懂了。读易经不是吗？好、哦，我们学的易经，看到外面知道里面藏什么。这水三解，占卜，这占卜就很难读图了。你看看。日当天，其一面上有死字，无面者，终有一路字堆字千里字，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看，好，日当天，第一个占卜上面，太阳当天呢，也可以代表南方，因为南方很热，南方很热，太阳当天，好，也可以代表呢君主，好，政明，政治清明。哦，正清也可以代表我姓口天吴，口天啊，吴姓啊、哦。其一面上有死字，其是出死啊、哦，出死的相啊、哦，做大事也代表和平之相啊、哦，也代表旅行团有没有出去有个旗子在前面。好，你也代表旅行团，你可以要推理。我的意思要告诉你，就要推理，你不要读个棋。我说一个初始，从此你怎么看初始？我就把你干掉了。你要多推理，懂不懂？那个日本旅行团前面拿个棋，那是棋，也是一样棋。他到了几个海岛上，日本最喜欢到海岛上度假，他本来就来自海岛。好，那还有呢，上面有个字，死这个字。哦，它上面有其这个易经原始上面有那个字在上面，你不能去把它读字，懂吗？要把它读图啊。这个死啊，你看看一个人，两个人，一个口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二人一口啊？两个人，一个嘴巴在吃东西，哦，二人一口，你小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就是二人一口。两个人在争一样东西也是二人一口，好。第三个，有谷面，以前呢我们叫五经天，就是五根谷嘛，好，今天，好，五经天的时候，好，那还有呢，
占五面积，好，可能讲五个岛或五个地方，好，还有呢，代表多国，出使很多的国家，好，多国之相，哦。这个第四个，这个中有一条一个路在那边，有没有？这个死其后面跟着不是人，是跟着路，哦，所以死带了什么呀？西带了财路，啊，西带了财路，好，西带财路去。过去我们历史上所有的名相，所有的这个豪杰。好，在《史记》里面记载很多，他替那个楚春申君或者是孟尝君出使别的地方，去诸侯去别的地方出使的时候，他带的财去，他不是去买人，就是去买义，懂不懂我意思啊？好，我们现在呢不是这样，我们现在去买琴，拜托你要同情我。哦，那你捐了10万块美金，叫我们这个夫人，第一夫人去捐了10万块美金，你这个10万块查账是跟谁来的？你查到货的来源？哦，你为什么要说你给的？你给就是你的钱。前几天我听到我们的宝盖木上戴帽，木子上木头上戴个帽子的人，当我们的沈主席在讲。他在因为很多杂志新闻杂志上骂他说他是善财童子啊，他在新闻里面就讲了，他说善财童子我绝不承认，那我们省政府去收地方税，他们是敛财童子啊。好，这话是你讲的，什么叫善财童子？你省政府去收地方税，那要发给地方也是省政府，为什么你去发？哎，老板就是董事长，你是公司的一个经理而已哦，你还不是总经理都不是你，老百姓是董事长，结果公司赚的钱你的经理去发给你的手下，那算什么？那你给平东1000万，为什么不给我1000万？你为什么去慷自己慨，拿公司的钱去慷自己慨？这叫做真功，告诉你，替自己铺路，阴谋。你要给地方，你要经过省政府出台，关你屁事啊！你为什么拿这个钱收财是他，发财是你呢？懂不懂？就算要给地方，给公司的员工福利，也应该董事长给嘛？怎么轮到你一个经理去给的？那后面总经理跟董事长干什么？冲夹，两个在后面干嘛？对不对？你表示你有功劳，你在做好，你在做人，懂不懂？那《易经》上面都不对了，都怕不合逻辑，都是去买琴，然后告诉你要是我给的，然后拿我们百姓的钱说是我给的，不会说中华人民。中国台湾的百姓给你的，为什么不讲这个话？好，所以如果我是天官，很简单，我立一个刑，这个代表炎黄子孙，然后你各国的总统授给我们元首的勋章，我挂在这个上面，不挂到我身上关我屁事啊，我是百姓选出来的，我是他公仆，哎，对不对？你做太太的去送钱给那个小孩子，看他小孩子很可怜的，又给他们教育基金啊，怎么样？可以啊。但是公布在历史上，我代表中华民国的2100万人民送给你，你为什么上面你送的？然后一脸奸笑，啊，这都不好。好，惜财路啊，出使要去买人、买义，不要去给我搞这个东西啊，这是做人嘛。很清楚哦，小人就在做人哦，君子在做事的。哦，堆字千里字，堆字在右边的东南西北，图上面有东南西北。哦，堆字在是不是在西南角？是不是西南角？堆字上有千里字，向西南行，向西南走。好，向西南行第五个。好，西南行呢，大力。因为千里怎么样？封侯，哦，千里封侯的象，西南行大利。还有姓侯姓的，
也是。好，第六，上面有千里字，老师刚刚死你把它册子给它分开来的，千里也应该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千里呢，为重，是不是重复的重啊？是不是千里有没有？啊，是不是重啊？哦，所以呢，千里为重。第二次，当即重复，做第一次的时候不行，再去一次，第二次就成功了。啊，你要懂得易经之道，易经很厉害。易经说三人行啊，损一人；一人行啊，得一人。啊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，三个意见都不一样，一定要吵架，有一个走掉，两个人才能走，这是人性嘛。所以三个和尚没水喝。一个和尚呢，会去找一个和尚，两个人一起挑水，比较轻松。所以两个一个人行呢，会有两个人同行的。哦，这是单一的意思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从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不成，好，意见太多了嘛，不要第二次再去，你单一的去就会成。第二号，简卦出现的时候，二儿子不住，居住到东北角，住到三儿子成格。第一个，如果你是让你二儿子去求财，亨通，啊，你儿子还没结婚啊，儿子啊，事业为重，婚姻第二，你先替家里面去赚钱，你给他摆东北角一摆，简卦求财亨通，好。如果是官人呢？当官的人呢？好，官调他乡。然后有个人来问你，哎，倪先生，为什么我儿子啊一辈子都在台北当公务员，突然那个命令调到台中去了？哦，你儿子结婚没有？没有，一看排行老几，老二，啊，住在东北角。哦，一官调他乡，不会再出使去了嘛？调出去了啊、哦。婚事呢，多延，会延后，啊、哦，有七年，差七年。第四个。科甲级，如果你二儿子读书考试，哎，这个很好，好，比他考特考，考什么公务员考试，啊，第五个，啊，独行，啊，独行，这个力道，就是他有他自己，他每天过他自己的日子，每天过他很愉快，他也不管别人，每天回来，然后你爸妈跟你打个招呼，他就吃完饭，吃完饭就回房间去了，就特意独行的。然后你跟他好像陌生人，看完打个招呼走了。好，简化，好，水三险，有好有坏，所以说你们还会运用，懂我意思？运用好，哎，我老二要考大学，先给他放在水三险，一考上以后怎么考呢？老师都不跟我爸爸讲话，对不对？拜坏，好，摆到水火既济卦，好，都很好，看时机再用，好，看时机再用。因为摆在简卦上，他处难时的时候，他就会遇险而进。所以说，一进了简卦以后，二儿子哦会读书哦，很专心的、啊。然后他因为脑筋里面在读书上面要考试啦、啊，他读书通常是考试的东西。然后跟你根本懒得讲话，吃个饭他就走了，然后吃饭他就出来了，然后自己每天就是唱歌在洗澡，唱完歌然后出来就走了。那你跟他过路不认识的哦，他也不跟他看就走掉了。好，然后考完试以后你把他回来。还没放榜就够了，你给他放了，因为考试已经决定了，放到南边去，就马上就回头了。啊，不然的话，他放了榜了，还是这样特立独行，怎么可以啊？你看他的时候，他婚姻还延后，你更担心，啊，所以有两个儿子的要注意。好、啊，